我是正经二号黄子轩，我们是 Little Pop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十分好礼貌是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都怪我的妈咪咯，没有准时叫我起床，大家应该不会怪我的。站警二号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说对不起吗？想想自己错在哪里，想想自己不能怪妈咪没有叫我起床，不能怪闹钟，因为自己没调闹钟啊，肯定是我那张床太好睡了。不对，你只是口头上说对不起，可是没有更实际的行动。再想想你错在哪里，妈妈没错，闹钟没错，床没错，那是谁的错？自己的事为什么不是自己负责？因为我是小孩吗？是，我们是小孩，可是我们是懂得利用闹钟的小孩，我们懂得分配时间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任，我们是礼貌控嘞。对不起，以后我会为我的行为负责。好了，知错能改，这就符合十分好礼貌的精神啦。说一声对不起，先想想自己错在哪里。耶！刚才撞到你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啦。真的吗？是啦。